东华大学博士生贾一亮是一个80后，可他却迷上了敦煌古代服饰研究。从硕士到博士，他一直跟随导师包明新教授做课题。而且我有一个体会，你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想的，那个舞蹈不是很多小袖吗？嗯，那小袖原来应该是大袖转的。哎，转的，对，嗯，对吧？他一舞蹈的话要养成那个小袖小口令，所以都有那个斜线画的。嗯，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做那种服饰的复原嘛，就是先等于说要先你先知道以前的服装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从它的面料到肌理到最后款式图案等等，就是你对这个整个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后，你再去把它设计到今天的服装，你才能感觉把那个神带过来，而不只是把那个形拿过来。东华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纺织大学，它的纺织、服装和服饰研究专业在国内一直领先。2002年，东华大学与敦煌研究院携手成立敦煌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开设了敦煌学与历代服饰研究课题。古老的敦煌服饰从莫高窟洞壁来到大上海，走进了大学课堂。主要是教他们认识敦煌，认识敦煌的美，啊，知道怎么去解读，然后鼓励他们在设计当中去使用。我们曾经做过一场那个服装设计秀，就是所有的服饰设计都是敦煌的来源。嗯，来这那个我自己。千年前的时装是什么样子？古老的敦煌服饰里有多少尚未发掘的时尚之美？他们能为今天的时装设计提供怎样的启示呢？千佛洞第二窟甬道里的西夏壁画，两位衣着劲爆的菩萨在菩提树下起舞，他们上身是露脐紧身衫，下身是短的不能再短的超短裙。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然穿着类似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长筒连裤丝袜，半透明的网纹清晰可见，与现代的时尚女郎毫无二致。现代人追求的流行时尚，早在千年以前就被中古时代的女子演绎过了，而且是那样的大胆前卫。但当时可以说全世界最最国际化的地方就在敦煌，各种文化在那儿碰撞，所以你想那边的服饰，所以有时候现代设计师比较能用的话，就是因为那东西它来源比较丰富。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都是吃饱了撑的啊，不学好啊，给我把你们的喇叭裤统统的剪开！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喇叭裤是时髦青年的典型装扮。刚开始，喇叭裤曾被视为奇装异服，甚至是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是要被批判的。那时候，中国刚刚结束了服饰单一又极度匮乏的时代，告别了满街蓝蚂蚁、灰蚂蚁的日子。人们在穿着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会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喇叭裤就在中国广为流行了。
莫高窟壁画上随处可见穿喇叭裤的痕迹。现在的人叫喇叭裤，当时呢就是一种祭月天的五服，是这么个情况。他当然就可粗糙的角度来说，他这样一飞上去，这个喇叭裤的裤腿就张开来了，就增加了他的动感和这个舞蹈的美感。他们那个舞女穿的这个裤子就像这个喇叭裤一样波浪形的这个开口啊。那么我们这前些年也流行过这个，实际上这个在古代都是也可以说是时装啊。那么这个时装也就是流行的服装。中国古代舞伎的服饰非常考究，唐代宫廷的十部伎中每一部的舞伎乐伎服饰都不同，比如燕乐的花锦袍、云冠，西凉乐的五彩街袖，高丽乐的紫罗帽，高昌乐的白袄锦绣、红皮带，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和完备，显示着宫廷乐舞的排场。唐代歌舞大戏《霓裳羽衣》就是古代歌舞服饰的登峰造极之作。为了烘托虚幻中的仙境，舞者肩披霞帔，上着孔雀翠衣，下身月白色长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这种服饰很快成为敦煌画工笔下的创作素材。是这样，就是在敦煌壁画里的舞伎，他穿的衣服可能甚至华丽的程度要超过菩萨，超过天王。对，因为他要达到一个最目光焦点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他借用了各个天人身上可能会出现的服饰的元素，所以他的衣服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最华美的。以前有那个老外有个说法叫 "You dance your costume"， 跳舞跳的就是衣服。有那个水袖才有那个甩。你看西班牙舞有那个甩裙子，你没有那个大裙子，你一步裙你能甩吗？所以跳舞就跳的衣服，跳舞的动作和衣服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动作。那个衣服都要适应它，每个动作也表现出衣服的美。在敦煌壁画的服饰王国里，祭月天是每个朝代的时尚代言人，他们的服饰既充满浪漫的想象，又折射着当时流行风尚的影子。这是北魏飞天的一身湖蓝色套装，七分袖和精致的收腰设计正在时下流行。这是隋朝的菱形格子上衣，简约而飘逸的袖口设计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时尚。这是初唐贵妇们时髦的大百褶裙，充满了异域风情。这是大唐广为流行的透明纱衣，这是宋代菩萨的镂空墨胸。这对舞伎的裤装与当今大行其道的打底裤毫无二致。在莫高窟绘画和雕塑旁，往往会有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男女，他们是修凿洞窟的出资人，也被称为供养人。供养人的画像呢，从这个魏晋那个时候开始，是越开始的很小，最小的只有20公分，后来越到后代越大，到了唐代以后就跟等人一样高了，甚至有些还比人还要高大。这个供养人就是这个面就很广了。在连续10个朝代数以万计的供养人中，有大量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供养人，为研究少数民族服饰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从16国时期第一个洞窟开凿到元代结束，
莫高窟的供养人画像超过9000幅，时间跨度上千年，人物形象几乎覆盖所有人群，从中原到西域，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服饰都收罗进去了。由于敦煌这个地方特点，它历史的跨度很大，从公元366年一直延续到宋元，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老百姓，直到讨饭吃的叫花子。这些斑斑驳驳的身影透露着中古时期服饰发展和善变的密码。我专门到波士顿博物馆看了那个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然后仔细看考察过了之后，回头我再到敦煌壁画比较的话呢，我发现敦煌壁画里面的帝王图啊，跟本画的那个帝王图非常非常接近，这风格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敦煌壁画出现的帝王图，就是这个画家阎立本啊，他那个风格当时就传到了敦煌。莫高窟就像一个凝固的 T 台，将千年前的倩影一一定格，每一个朝代的繁华与朴素，每一个人物的尊贵与贫贱，都轮番在这个舞台上演。其中的华彩乐章当属唐代和唐代的女人们，她们的服饰极尽华美，她们的衣着绚烂多姿，性感迷人。欣赏女性身体的美，唐代的女性因为当中有过那个武则天的这执政的强度，当中的那段又有女性可以做官员，女性还有过科举啊，所以那个女性相当的独立，女性的婚姻也有自主啊，那时候不是光光男的挑女的，女性啊地位比较高的她也可以挑男的啊，换男丈夫不喜欢了换一个也有啊，所以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女性表现的机会多。画家高山最钟爱的是57窟的著名的美人菩萨，这幅菩萨像他不知画了多少遍，但每一次画都让他产生莫名的感动。但在把图案画上去之前，即使把脸部已经完成，仍然看着这个画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非常提神的东西，但是当把这个图案上面的纹样还有金全部画完以后，那个画一下子增添了70%的光彩。纹样里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到各式各样的纹样，对吧？同样那在一件衣服里面，从它这个披肩，从它这个璎珞飘带，从它这个上衣，从它里面的这个束带一直到底，都各种各样的纹样都不一样，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华丽。
这是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先生临摹的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敦煌最美的唐代供养人画。这当时是什么呢？在敦煌那一带呀、啊，他们非常崇尚用这个宝石来做装饰，你看绿的、红的，是吧？白的都有。这个披肩很长的，从这儿下来，你看，这个就这么下来，这个呢，这一边呢就再绕上去。这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绢画《引路菩萨图》，酷似唐代名画《簪花侍女图》。图中的贵族妇女头簪硕大花朵，身着轻薄的纱衣，而前面的引路菩萨仅以薄纱遮体。唐代的纱是很轻薄的做的，文献上就有记载，有官员穿了三层的衣，就那衣服有三层啊，他胸口有一字，还能看得出来。可见唐代是有那种比较透明的服饰的。我曾经想过，也写过一篇文章，就飞天为什么能飞起来，对吧？如果他穿着很笨重的服装，他是飞不起来的。那么中国唐代的飞天，他没有翅膀，他靠着飘带，靠着衣服的这个飘扬的这个动态，他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天空当中翱翔。我们看到他一定飞行得很快，那么我猜想他的服饰一定跟丝绸是有关系的。作为汉唐丝绸之路的最大关口，不知有多少丝绸途经敦煌运往西域，引领了当时的国际时尚，成就了一条横跨亚欧的商贸文化大道。2100年前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如今只残留下一座烽燧。与丝绸有关的技艺也被大漠长风吹得残缺不全。这是阳关仅存的两件丝绸残片，残片上这些精密繁复的装饰纹样，传递着千年前敦煌的盛世繁华。你看它的这些，有云纹，有竹鱼纹，而且动物里面有虎、碧玺、灵兽、兔子，是吧？这些内容呢非常丰富。装饰性非常强。那么这种这种斜纹围巾呢，是典型从东亚西亚的传入的。所以这样的文物呢，在咱们新疆吐鲁番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多，所以它的地域文化特征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而留存在莫高窟壁画上的图案和纹样，更是斑斓多姿。今天的设计师们在不断地从敦煌元素中寻找创作灵感。2012年夏天，常书鸿的长女、工艺美术大师常沙娜带着研究生再次回到敦煌，这是她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更是她精神的故乡。1952年，北京召开亚太会议之前，组织者希望有一批会议纪念品，设计任务交到常沙娜手里，她首先想到了敦煌飞天的服饰图案。
哦，这个花边纹饰现在看比较粗糙，我们后来都拿了整理，整理出来也很好。那勾线没了，这里还有点勾线。因为我后来走向装饰艺术是跟林徽因的影响太大了，要不然我可能搞绘画了。他说你又刚从美国回来，你的基础又在敦煌，你非常合适，你要往这方面发展。完了亚太会议嘛，要搞礼品搞头巾了什么，我就开始一弄，林徽因特别高兴。此后长沙娜放弃了绘画，专心做起了装饰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千年壁画上曾经流行过的时尚并没有被流沙掩埋，那些斑驳的画面彰显着华夏民族开放包容博大的胸怀和对美丽时尚从未止息的追求。就是我们今天以一个服装设计这个学生或者是设计师的角度来看以前这些壁画中间的这些舞蹈的服装，它的元素最丰富，然后它的效果最华丽，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人去从中吸取。所以服装设计是要注意到这种丰富性，那么他们设计的空间是无限大的，所以敦煌有这个象征意义。大家要是学会用敦煌了，那你就学会用中华文化的真正精彩的那一面，你就不会漏过了。2008年，国际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先生从巴黎来到敦煌，在鸣沙山搭起了梯形台，做了一场别具风韵的秋季服装发布会。这位誉满全球的时装大师和他的模特们与驼铃声声的鸣沙山月牙泉完成了一次美丽约会。现在的时装都是国际的，你别看用多少中国元素，越中国元素还越国际，因为它还是要涉性当下性。在大师的心目中，飞天的故乡永远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尚之都。庄严肃穆的佛教壁画中，为什么掺杂着世俗歌舞和杂耍，甚至还不乏婚丧嫁娶的场面？古人为什么喜欢在佛像前面纵情歌唱？这些歌舞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风俗？五彩缤纷的敦煌壁画为宏大的历史叙述补充了丰富的细节。敬请收看《敦煌霁月天》第6集《舞动凡尘》。